我是丫丫，各位新年快乐！大家好，我相信大家呢都非常非常雀跃，因为呢大家说，哎呦，我们跨年过完之后呢，马上就要迎接什么呢？农历的新年。今天帮你精挑细选，都是知名品牌，而且呢牌子非常老，味道非常好的老牌子的年菜，今天都在现场。更重要的是，非常非常的物超所值，而且很便宜。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非常好吃的对麦面的黑心黑汤肉骨茶，非常非常的营养，很补。以外呢，没有羊骚味，而且更重要是非常好吃。然后你不会说，哎，有些朋友不喜欢吃太多姜啊，然后会觉得有点燥热的，它不会，它就是非常温和又很好吃。更重要是，我们帮你挑选，帮你把关过。我知道大家的最 care 现在这个肉是什么肉的，国产猪。现在一点掌声啊，国产猪。这个相应的锅跟你平常在家里看的锅不太一样哦。它是呢太陶瓷的涂层，所以你有发现它上面的锅不一样，而且它这次有两个锅子，大家呢都可以非常方便来使用。我们下面这边嘛，一排的温度啊、烧烤啊、保温啊，效果都在这边的，很人性化，大朋友小朋友都会使用太陶瓷涂层，它的保温效果又更好，就算你完全没有按到任何电力哦，光放在那边至少可以维持一个小时都还是温热的状态。我们呢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超值五件组，年菜必备的五件组，来，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，17碗的料很棒哎，而且里面还有肉片啊，好好吃的感觉哦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油饭真的很好吃，但油饭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吃7碗，因为它的油饭真的太有名了。这边还有那个非常棒的蜜汁，哎，这先烤过先煎，对不对？因为它要先干煎。Oh, 这个可以煎到，你看它已经有点。哎、欸，对，这里煎的好漂亮哦。对啊，先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等一下这个超值五菜，这个年菜组就是有五组，然后它分别有什么？除了呢吃七碗的加七碗的油饭以外呢，红豆食府成立于西元1999年，超级历史悠久的哦。的红豆食府，它是上海菜非常有名嘛。大家刚刚说年菜必备什么？红烧狮子头，来这一碗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非常知名的，好，我们的红豆食府的凤凰狮子头。哎，我要问一下那个小帮手，等一下小帮手，他料这么多吗？你有没有自己另外再加料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他就是一包这样子哦。哎，你看有那个狮子头是一般两倍大。对啊，哎，这个超大颗的，而且重点是又有香菇又有白菜，对不对？哎，很料多实在哎，异香宅它的蜜汁火腿，也就是大家说一定要吃年菜，就是要吃蜜汁火腿啦，在这边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好好吃哦！哎，蜜汁火腿，你看那个晶莹剔透，来，我讲给那个摄影机前方的你们来看一下，哎，有没有？哇，有没有觉得？哇，晶莹剔透，你看到那个有没有？好漂亮哦！哇，这个蜜汁太棒了！来看一下坎西，有没有？你看晶莹剔透。我、哦、这个蜜汁千万不要浪费，有吗？哦，是不是那个什么韩国那叫 A 什么、啊、那怎么发 A S M 对不对 S M 哎对对对、有没有感觉？荧幕前面的你们有没有觉得很饿？好，来，我现在吃啊！哇，你怎么可以咬这么大口？哎、嗯，料很多哎，你们看一下，我这样捞，你看里面有什么？哇，哎，这个芋头感觉好棒哦！啊，这个猪脚，哇、哦，还有那个猪肚 QQ 的，哎，里面还有那个炸过的那个蒜，我跟你讲，佛跳墙你一定要用那个炸过的蒜啊，提味才棒。还有这个鸽蛋，我超喜欢吃那个炸过那个鸽蛋，看起来好 juicy 哦，好 juicy 对不对？哦，好鲜甜哦，哎，真的。然后那个绍兴酒融合那个虾，然后是那种鲜甜，但是那个酒香味很浓。你看这样子有没有？你看尾巴就剥出来了。哇！嗯。哦，你看，对不对？你看是很新鲜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非常棒的乌鱼子。来啦，乌鱼子先拆开给大家看，里面总共会有20片，就直接一个人就可以把它完食啦。而且它这边呢，直接拆开，哎、好好吃哦。是吗？嗯，好香。真的蛮厚哎、欸，很厚哎、欸，它富含维生素 A， 还有丰富的 B 群，所以呢可以增加你的免疫力。下周三一定要同一时间锁定我们 Live 小网咖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